来，麻烦你判断一下 ABC 出哪个是正确的。来，你看这边齁，他说负 A7 次方大于负 A9 次方，对还错？你稍微先把它整理一下齁，他可以写成负的 A 了几次？七次。他是负的 A 了几次？九次。对吧？我们开始来判断一下好不好？怎么判断？因为 A 比1大，所以回答我 A 的7次方和 A 的9次方谁比较大？A 比1大，越乘会越大，所以 A 的9次方会比 A 的7次方还大，方还大。但加了负号之后呢？加了负号之后，请注意听，这小要变什么？大于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是大于，对不对？对 ，OK， 对 A 选项是对的。来，这也是一样，稍微整理一下，什么叫 B 的负九次？负号什么关系？导数，它可以写 B 分之几次？九次。这一样 ，B 的负七是负号什么关系？导数 ，B 分之几次？七次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老师想请问一下一件事情哦 ，B 原本是小于一的，对不对？小于一的数字，对吧？哈，倒过来反会怎样？比一大，对不对 ？B 原本是小于一，所以说倒过来 B 分之会比一大，所以对比一大来讲，所以整个 B 分之一是变成比一大的，它越乘会怎样？越大，对吧？哈，所以说这九是要比七是大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说 B 选项也是对的，看行不行？那这个 A， 你观察一下 ，A。也是大于 B， 对吧 ？AB 都正数嘛 ，A 也没有是大于 B， 对不对？最后老师问你，那倒过来 A 分 C A， 所以 A C 基本上会怎样？小于 B 分 C， 对不对？把两边加上 log， 这样行不行？取几为底？取十为底，所以小的还是小嘛，所以说改差错是大于对还错？错。所以 C 选项是错的。猪选项呢？猪选项更妙了。猪选项在哪边？你看清楚啊，不管底数是多少，只要这边写一，答案一定是几？零，对吧？他写大于对还错？错，应该改成这样，等于才对，对吧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OK， 在一选项，那你看一下，这个 A 比一大 ，B 比一小，来这怎么判断？基本上。这两个它一定比它大，对吗？你要先了解一个现象 ，A 比一大 ，B 会比一小，所以 B 比一小。OK， 老师这边举个例子好不好？老师想请问一下 ，A 比一大，比如说 log 以二为底 ，B 比一小取几四分之一？告诉我 B 比一小取几四分之一 ，A 比一大取几二？你判断一下这两个谁大？还有另外一种状况。A 比一小取几 ？A 比一大取几？四。B 比一小取几？二分之一。这也是一样，这取几？二分之一，这取几？四，好不好？换句话说，你把 A 用二代 ，B 用四分之一代，这边 A 用四代 ，B 用二分之一代，你算一下这个东西是几？四分之二几次？负二次。往前飞，这边算出来是几？负二。四分之二几次？负二次。往前飞，就算出来是几？负二分之一。谁大？负二分之一是比较大。这一项，四十二几次？往前飞，二分二的负一次往前飞，所以算出来是负的二分之一次。对，四十二两次，二分二的负一次，负一分之二是几？负二次。谁比较大？负二分之一是比较大。所以说，告诉我这两个谁大谁小，一定吗？不一定，都有可能。所以它一定比它大吗？不一定，这样行不行？行哈。所以说答案正确的只有谁 ？A 和 G，B。OK。